分钟太长，30秒做寿司。三个日本精神小伙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发工资250。担心时间不够紧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又是压哨完成，怕噎着，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搞定，同学们开饭啦。Nice。您别说，这样子还挺唬人的，给大家拿拿位。不行，这两个是啥？每天不知吃啥样，欢迎关注小熊酱，感谢收看，下期更精彩。一个字，绝。